好，今天呢我打包了一个外卖哦。这个外卖刚刚吃的时候还不怎样，一吃下去哇不错。这是那个外卖哦，它是五香肉来的。然后这间店呢，它专门做卤肉饭。上一次我是吃的呢是它的卤肉饭，招牌卤肉饭。这吃起来呢不错了。外卖，他们有一个打算就是想要在自己开一间自己的店。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他们，我会把他们的那联络方式写在说明文下面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联络他们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还没有订阅声号 TV 的话，记得请订阅声号 TV， 声号 TV 就会不时更新科技与生活上面的资讯。我是声号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你一定很怀疑哦，为什么我的那个录音这么嘈杂哦，现在我就给你看我现在在的很享受对吗？好啦，记得订阅声号 TV， 拜拜。